Hello， 我是骨科医院。我不是。你这个就得说到我的经历了。曾经，我师傅把我关在炼丹炉里面，七七49天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。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有火眼睛了是吧？是的。还有觉得那个火眼睛吗？看状态吧，看状态。那我们先来一个咻咻的热身挑战。我选这个。这是啥？这是啥？头发是鹤。有点像鹤啊。头发是鹤的。头发这什么？我们还有一个美瞳呢，有一只眼睛是赵轩的，右边的眼睛是赵轩的，左边那只眼睛是梁文的，左边是丁哥的，左边是丁哥的，左边是丁哥的，帅吧？左边是丁哥的，右边是赵轩的，左边是丁哥，右边是宋亚轩，融合体，这应该是赵轩的眼睛，这样贴吗？眉毛是他的帅，是赵轩的眼睛，左边是丁哥的，丁哥的眼睛，左边是丁哥的，然后鼻子是要我，耳朵是耳朵要吗？耳朵要吗？鼻子是他自己，鼻子不是鹤的吗？感觉嘴是我的呢。不是鹤，头发绝对是鹤的，头发是张哥的吧？鼻子是鹤的，鼻子是鹤的，脸是鹤的，脸是杨翔的，脸是我的，脸是我的，是杨翔，脸是杨翔，嘴巴是杨翔的，嘴巴不是我的，嘴巴是杨翔的，我是你的，我是你的，嘴我能分辨的，有一点抿住的那个感觉。嘴巴就是杨翔的，嘴巴绝对是杨翔的，杨翔的脸型是我的，你看杨翔是不是？是。哎，等一下，看不，这不是自己的吗？这不是你自己的嘴吗？对啊，啊对，梁文的，这是梁文的嘴脸型，应该是嘴给我看吗？这不就是你？对，就是你吗？就是他自己的，嘴巴就是你自己的，不是张哥的。那脸是杨洋的，嘴巴是我的，脸型是我的。这真的是我的眼睛吗？不是，是一定是。每一个人的脸上只有四分，就是对了的加一分哈。现在眼睛加一分啊，这肯定算全的。右边眼睛是小宋。对。这边啊，这边哈，对，赢了。左边是丁哥，左边眼睛是丁哥，也就是耶，鼻子是画，鼻子是小贺，正确。耶，嘴巴是梁文，绝对。嘴巴是赵翔。啊？哇，你看我说什么？梁翔，是不是？是。哇，你们真的是差一点点，不然我都选对了。脸呢？脸呢是绝对是翔。脸和头都是要纹，是只看五官是吗？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哎呀，马哥的头发，我的天哪！我勒个天，这是谁呀？马哥的头发，马哥的头发是杨翔，杨翔的眼睛，我眼睛了，我看出来了。右边是鹤的眼睛，鹤的嘴，左边是杨翔的眼睛，右边是马哥的脸，右边是鹤的眼睛吧？不用切他的头发，不用切他的头发，头发不算。那没有。嘴巴是，嘴巴是鹤的，鹤的，嘴巴是鹤的，太像鹤了。嘴巴是鹤的，嘴巴是鹤。等一下，我的嘴我一般能看得出来，就是你的，就是鹤，就是你的，这是我的眼睛，鼻子是我的，鼻子绝对是我的，这不是丁人心。丁哥的眼睛，左边绝对是鼻子是张念的，喷了。鼻子绝对是不是你的呢？绝对是我的鼻子，对，是张哥的鼻子，是张哥的鼻子。为啥不？怎么可能是你？是张哥的鼻子，是，真是我的鼻子。怎么像我的鼻子呢？丁哥的鼻子吧，这是。丁哥的鼻子，眼睛是你的，左边眼睛是你的。啊，我的鼻子吧，左边眼睛是你的，鼻子在。这个头发是谁的呀？我感觉这个鼻子有待商议。这鼻子应该是我的吧？我跟你说，100%包票。我说实话，绝对是。好，张哥的鼻子，张哥的鼻子。好，张哥的鼻子。我选丁哥。我觉得是丁哥。但是不会。鼻子其实也不长结，不可能两张的。我的鼻子。鼻子，哎，我鼻子不长结。绝对是我的鼻子。我鼻子，它这里面是往里。不相信我？等一下，我观察一下，火眼金睛。张哥的，张哥的鼻子，哎、这个鼻子真的，把这些遮住之后，真的像张哥的，是吧？真是张哥的鼻子，这把张真源都写在我面前了。对呀，我都说了是我的鼻子，太写了，绝对是我的。挨着小宋这只眼睛，是耀文的。啊！我眼睛。刚才谁说的来着？这不是丁晨鑫啊！我把那个吊灯给吞了。吞了。这是张哥。
应该有。你这么激动干嘛呀？三分吧。又是你得分。哦，三分。耶！好耶！这边这只眼睛是好强的。对，可以。OK OK。那马哥呢？跟我没关系。哦。那那个头发不得给我加一分？底座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先走，我底座才对。您快去吧，反正最后就排除法了，我就赢了。这是谁呀、啊？啊，我这个有点认不出来。这是我吗？这是我呀、啊！这嘴是谁的呀、啊？翔哥的嘴，哎，不，翔哥的鼻子。我帮你一个，好吧？翔哥的鼻子，我帮你一个。右边马鞍鞋的眼睛，这左边画的眼睛是吗？鼻子，马哥的眼睛，确定吗？鼻子是我的。翔哥，我再帮你一个，亚轩的嘴。再帮你一个，亚轩的嘴。这个像，就是亚轩的嘴。然后两个都是马哥，两个都是马哥的。不对，等一下，会出现两个一样的眼睛吗？会。我只能说是，一切都有可能啊，这是乱放的。那一定是嘟嘟马哥，肯定是马哥。我对比一下呢，马哥。我觉得的话应该是，不是吧？不是，真不是。一样的，一模一样，真不是。你说哪个不是？后面去了。我说谁有马哥？这都不是马哥的眼睛。那谁是单的？马哥有卧蚕。你告诉我，你们谁能搞一个单的单眼皮？单眼皮可以，他可以。我可能那天肿了呢。不可能，绝对是马哥。那你这么肿吗？我赌是马哥，两个都是马哥。杨翔没坑我吧？没坑你，我不坑你，不坑你，真不坑你，一定是马哥。这是答案。揭晓时刻，这个底座是金哥。啊耶！然后两只眼睛都是马老师。呜！你的嘴别搞错了啊！嘴是你的吗？不知道啊。鼻子是翔哥，正确。嘴巴呢？嘴巴是亚轩。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说帮你猜两个，帮你上两个？哎呦，真是我的！好，下一位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说了，师傅把我关在炼丹炉里面7749天，让我练就了一双。结果自己没对，结果自己没对。我一摸就摸到我。啥呢？哦，这是张哥，对不起。这张哥，这个眼睛应该是有一个眼睛肯定是我的，我觉得。哎，这个眼睛，哎，鼻子是丁哥的，右边是赫的眼睛，赫尔眼睛肿的，你看。不是这个赫的眼睛，小赫眼睛太明显了，这有点像我的眼睛呢。但是我贴不上去。左边有像鼻子有点像我的耶，是说这个鼻子还是有点对。丝后面。这个一定对。是说这个鼻子还是有点像我的。我们公司的 P 图技术好强啊！你鼻子好多啊，你鼻子好多。好，我这是丁哥的鼻子。以后我们叫张哥叫鼻哥好吧？这是丁哥的鼻子，鼻哥，这真的是你的鼻子，这个应该就是我的，哎，不是，我贴上去了，嘴巴，嘴巴是我的，这个绝对是两个的，我帮你一个，这个绝对对，这个一定对，嘴巴一定是我的，哎，对，这是对了，对，对的。真是的，真的是哎呀！因为刚才刘老师是那边，那鼻子是丁哥的，鼻子是丁哥的，鼻子是丁哥，不是你的吗？鼻哥，鼻子上丁哥，鼻子是丁哥的，丁哥不是不可能出现两次我的鼻子，主要是你不是说是你的吗？这鼻子就是丁哥的，真是可能张哥的，因为万事皆我们是在竞，因为万事皆我们是在竞技吗？火眼金睛，谁分高？那为什么要告诉他呢？对啊，为什么告诉他？所有鼻子都是张哥，那我还帮张哥拿了4分。我们是在竞技吗？火眼金睛，谁分高？那为什么要告诉他呢？对啊，为什么告诉他？那我还帮张哥拿了4分，对，拿了2分。好恶心啊，张哥！我本来也啊，丢一分出来，丢一分出来，张哥丢一分给我。我跟但我又怎么感觉这个眼睛像张震源了呢？不像，是有一点点吧，真不像。那贴好贴张哥的，那就贴我吧，那就贴我吧。是我的眼睛吗？是我的眼睛吗？你自己的眼睛啊？是鼻哥的鼻子，是丁哥的鼻子，丁哥的鼻子。我就赌丁哥。我觉得错了，这个是丁克的马哥的鼻子，我觉得是。4分到手，千万不要。这都遮住。那这是我的鼻子，是张哥的鼻子，一个的鼻子，丁哥的鼻子，丁哥的鼻子，马哥的鼻子。Yes。一定不能拿满分。你的底座是张哥。对，果然是张哥。张哥的底子，嘴巴是我的。这只眼睛是小贺。这只。对。Yes。一分。这只眼睛是小贺。Yes。这是丁哥的，张哥的，小宋。啊！哎！啊！这
小宋的嘴呢？嘴是张哥的吧？我第一眼看其实就觉得像张哥。真是我的鼻子，嘴是我的，嘴是我的。嘴吗？嘴一定是我的，是张哥的嘴吗？一个的，张哥两分耶，二两分，二两分。没事，我帮着来，我给你比个耶。这不是我的嘴，哦，这是我的嘴，我的嘴这边高一点点，我这边高一点点。我直接最后一个不就是全部答案排除了吗？啊！这什么呀？这是谁呀？这个整得好严重啊！这眼睛怎么这么大、啊？好奇怪呀、啊，这个算新的眼睛？我的脸做的底吗？算新的眼睛，这绝对算是眼睛。这绝对是我的鼻子了。这是我的眼睛，这是我的眼睛。这算是眼睛。这鼻跟鼻子，这一定是我的眼睛，你信不信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鼻子真是张志远，哦，真是你的眼睛。鼻子，这鼻子张志远，这鼻子不可能是我的。右边眼睛是浩，我帮你一个。这鼻子不可能是我的，右边是浩的，张哥我的，我的，张哥的，帮你。张哥眼睛是往上的。哦，这个是张哥的，张哥眼睛是双眼皮吗？对，我觉得张哥是双眼皮吗？张哥是单眼皮，不是张哥的呀，说了不是张哥的。哦，真是张哥的，从我这个角度，真是张哥呀。你待会没分了，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确实待会聊不到分。鼻子是谁的？但鼻子不是，是吧？赫尔的鼻子啊，不是赫尔的鼻子，张哥的鼻子也很像、啊。这个鼻子很短。鼻子、啊，说一声你自己的鼻子。这个鼻子很短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好短的鼻子。哦。鼻子吧，哇哇哇哇，打喜了，打喜了！我那一瞬间看着真的像，好，丁哥的鼻子。你不在前面那句还好，对不起，你不在前面那句，丁哥可能还没打。好长的鼻子，这更奇怪了，更奇怪了。好，来下一个答案。坐坐坐坐。眼睛是张哥，正确。这只眼睛是小宋，嘴巴是马老师，正确。鼻子肯定是我的。四分吗？四分。是我的眼睛吗 ？We, I am the champion, my friend。是我，不是单一双眼吗？哇，杨翔的眼睛，好家伙！别提醒他呀！我的天哪！右眼左送，右眼左送，这是眼啊，眼。是啊，左宋啊，左宋，少轩的左宋，少轩是，怎么可能？一看就是赫尔的眼睛，哪个的鼻子吗？这是鼻哥的鼻子，鼻哥的鼻子，鼻哥，我是鼻哥吗？啊，鼻哥的鼻子，这是鼻哥的眼睛嘛？错了吧，张马哥，马哥咋错了？那不听我们的，但他那就是江天元的眼睛，那是你的眼睛啊，我的眼睛这么怂啊？你不睁眼说瞎话吗？这个，那我只能告诉你是我的眼睛了呀。真有点像赫尔的眼睛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就贴赫尔了，没事，马哥。哎，就贴赫尔了。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这和我一样，我才一样。你别动，你别动。别找了。你看，哎，我基本上在拿分呢。好了。这边眼睛是翔哥，正确。这边是贺老师的眼睛，正确。鼻子是马老师的，嘴巴文哥。哦，还有，是吧？没有。对啊。对，是刘文的嘴。你的嘴出来过吗？出来过。我的嘴出来过，你的嘴出来过没出来过？我都不知道。我的嘴，我的嘴没出来过。这你怎么能猜我呢？猜你也不可能猜我吧？肯定是刘文的嘴啊。送分题吗？排除法而已了。这个是谁呀、啊？这浩翔吗？左边张软眼睛，左边张软眼睛。这耀文吗？左边张软眼睛。这个切的好奇怪呀、啊！你看就是张哥眼睛。怎么大小眼啊他？那就要问一下这两个眼睛的主人了。左边张软眼睛，嘴巴张软，嘴巴张软。这一个眼睛肯定是我的吧？嘴巴一定是张哥，张哥。不是三哥，嘴巴是我的。嘴巴是浩翔、啊。我的，我的。浩翔、啊。肯定是耀文的，肯定是耀文的。
给我两份。在专圈你同意了？张哥同意了，张哥在这站了。鼻子是要玩的。张哥眼睛太明显了。张哥出来过吗？眼睛？左边眼睛真是我的，真是我的，这边真是张哥的。实话讲哈，上的。但你嘴巴真的要好好想想，丁哥。哎，管他的，就这样吧。这边是丁哥的眼睛，这边是你自己的。我这边眼睛没出来过，就是丁哥的，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了。但是你嘴巴真的好好想想。你嘴巴没出来过吗？你过来一点，你过来，你别用力啊，你放松。我来看看你要么笑嘛。来吧，好，你输了。张哥的嘴巴，张哥的嘴巴，张哥的嘴巴。张哥嘴巴有这么薄吗？真是张哥的嘴。这只眼睛是丁哥的，正确。这只眼睛是张哥的，正确。鼻子是文哥的，正确。嘴巴是张哥的。我一直在跟你说，这不是我的。不对，张哥的第一个是他的。但是你在干嘛？张哥嘴巴出来过吗？没出来过。就现在啊。就现在出来人。下一轮我们开始，我们现在决定在下一轮是一个叫拳击拍照比赛。来吧，我选门。石头布，我选布，我选布。哎太老爷还是你、哎呀，太厉害了！黑白怎么解啊？飞行美满飘二十倍。啊，你们俩，北京北边飘二十倍。我为什么跟他分到了一起？咋了嘛？你跟我他要打拳击，我跟你一起。不打拳击，拍照。他不是说拳击拍照吗？拳击是幌子，又不是打拳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不会让你拍这一张的。拳击，你要怎么拳击？不是你这么躲来躲去，加油啊，这个！有了有了有了，暂停了，开始，停了停了停了，是停了吧？还没，删掉一点，删掉一点。哇，拍他肯定能截得清楚的呀。是，我还没拍到谁上。哎呦，你倒是把我拍挺清楚啊。我们应该是每个脸都是很清楚的。张哥可以，这张肯定有。没有，全是脚。哎呦，有了有了，你看。没有，五官，还少一个嘴巴，少一个嘴巴。完蛋了，待会儿妆发老师又疯掉。我会很难吗？来，三二一，两个人正面开拍。三二一，走。正面，直接正面。直接正面吧，他这样搞我。不要拍我，张哥一直在拍我。不要拍我，直接正面冲，正面冲，我是正男人。三分钟太多了。那你们把他不把脸对给我。太多了，三十秒。这样我们不能遮挡脸。
意思就是后面就只剩前十张，我拍了500张了。哎，拍到了，拍到了。不是，但是你也不只剩前十张啊。对啊，只剩前十张，他是不是删掉了？没有，我拍这么多。你呢？500张。那就这样吧。哦。你删。哇。哦。不是，你这是啥呀？拍我们这么清楚干嘛呀？张哥呀，这个没有看得清楚啊。你当时把我拍得很帅。他们这个得算前十张。不是，你要看前十张。前十张。张哥，你这不是前十张。我前面全是这种。大长腿，大长腿，好多的大长腿。你这个不是，我这是，我这是，你看第二张。你这个是啥呀？这个不算吧？我至少能看得清楚张正元啊。对呀、啊。你看这个才好笑，三观炸了炸了，三观进，把你三观全部拍进去了。那没有啊，前十张大家都没有，是不是比后面啊？好难啊，拍到马哥算吗？就比照片里的其中一张吧。这个东西，比拍到的最好的一张。拍帅一点吧。比如说我十，怎么样？这样不行，这样我说我拍十分钟，我选一张。这个可以吧？这拍这么完美。这样吧，我们改一下规则，就是在三个球内拍到对方有效照片多的。对啊，肯定是这样。这是马哥吗？就张正元了，你别这个跟你们两个。我这也无关，不是我拿这一手又试了一下，不是拍了这个怎么样？所以你得了一分。这不能算吗？那我赢了吧，应该。这什么？这个不算呀。这怎么不算？我挡了一关，我挡了一关。哎，来评判，来，来，就这张，我拿这张来比了。这谁啊？你这什么东西？你看我拍的，真好笑。来，就这张。像阿凡达。删掉，删掉。哎，发在群里面再删掉。删了，删了，删了，删了。他没有有效多的呀，他就这张，他而且这张都不算。三分钟还没结束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你下河线，哎，然后我这张帅啊，这张帅。没有，你就摇头，摇头的时候就是卡，随便随机卡几张。你怎么了？哎，请问这个算五官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最可怕的是，今儿怎么从骰子手里甩出来了？失败，你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，你看。贺老师拍的第一张失败。失败，失败，这是全拍马哥呀你！失败，失败，失败，失败。我那张模模糊糊的。Defeat。这个可以。这个也可以。这什么？你多少张啊？对啊，有鼻子有眼的，难道不是你吗？你干嘛？好恶心啊！他咋拍啊？我先留。我打哈欠，他拍我。贺老师就这一个，你一个也啥、啊？我也就一个呀、啊，怎么办呀、啊？那我就一直按连拍500张，你这个。对啊，我可以连拍嘛，连拍，但其实他算一张。三分钟内可以拍到上万张哦。才一分钟吧。三分钟，一分钟吧，三分钟太长了。就是我觉得可以三分钟，但是不能连拍。对，这一张连拍几分钟？我连拍能拍3000张。对。我连拍3000张，我不信有一张拍不到。一分钟不止1000张，而且他们刚刚说了，这模糊的也算，模糊的也算五官，模糊的也算五官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后面拍到了。等一下，哇塞，哇塞，这么巧啊，这么高级，我都没看到这张，我好强啊！哎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拍的。我们去拍了吧，把黑历史留下。直接让你拍，说实话，我肯定得留。
游戏可以输，照片一定得帅。哇，三分惊喜，什么来着？非常霸道总裁式的一个歪嘴笑。这是刚刚谁拿的？非常霸道总裁式的一个歪嘴笑。我拍的。不准混，不准。三二一，开始。这是什么操作？这是另外一种战斗方式吗？你在干嘛呀？我在把对方拍好看点。对。好家伙，这两个人，你看看别人，看看我们两个。玩法不一样吗？我们综艺效果不一样，我们是跟那菜市场买菜一样。我们是疯狂式综艺效果，他们是岁月静好。我们不一样。这都拍了多少张了？大哥，你这个一个五关都没看到。对，全是二关，还有十秒钟，回过去可以打了。伸出去，伸出去啊！伸出去一下，伸出去。激动一点。哎，杨翔拍卡了几张五关了？我卡了巨多张。到了。我也很多张。刘耀文会不会一分没有啊？不，我拍了很多。也看，我那时候绝对是扮巨帅，五官，但是帅的。好的，我先来评。反正这些照片不会发出去吧？啊！帅气的出场方式，然后呢，一下把他给拍到。出什么？什么拍照片？哦。这个半只嘴算吗？半只嘴。那也算，那就演好了。Oh baby， 我的半张嘴。孙亚轩，过来。这些动作吗？那张嘴。好嘛，挺刁民的。孙亚轩，过来，来一根沙灯大葱。沙灯大葱。啊，酱。还是酱。炸人家，他那个瞬间卡的很多。苹果是这样说吗？苹果来点打奖，金安来点，他们来点，金安来点山东打奖。不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。OK， 十张。你学一个宋亚轩，你说山东。宋亚轩，不是山东，我来。宋亚轩，三。孙亚轩，孙亚轩，不是他的月，孙亚轩，月，孙亚轩，孙亚轩，孙亚轩，七分，孙亚轩，八分，你搞的啥呀？你在干嘛？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是谁呀？谁得到了多少分了？我要尽力的把自己的脸露出来，知道吗？完了，我玩这游戏，我输了游戏，赢了容貌。游戏可以输，照片一定得帅。这是什么那个博主吗？我好聪明，我只给穿搭博主。他不为了赢嘛，他知道总有我在后面垫背。什么鬼啊？四十多张？十六。不会一分钟要出七十张？可以。我们的出片率很高呀，全看手速。来吧，我们在那儿拍了最久，看了半天，两张，一张。那我们最激烈。手机遮不住我的脸。那太惨了。没事，你把你那个近视眼镜遮住就好。
把手扒开，这是在开运动会吗？哎呀，完了，等一下，够了，继续左右。完了，他录视频，我没有录视频，他录了七秒钟的视频。群群快呀，快继续，反击，没到最后八秒七秒，把手扒了下来，把手扒了，把手就残了。两个人一起数吗？你们？我来数吧。我来数。亚轩。好。有几张？亚轩这个基本没了。不是。没有用五官都露出来吗？没有。哎，等一下。没有嘴巴。这。哎，一张。有嘴角。一张。没有。到节点了，基本没了。哎呀，打的真死了。没有。其实他刚才有，我们这菜鸡不足。没有。慢慢也没听清。你知道刚才肯定有。对，我们这才是鼻子，有鼻子，有鼻子。不让别人拍。发一张，一张，两张，哎，这没有了。没有了，亚轩你了吗？没有。哎，强啊！哎，两张，哇！我们真的很严格。三张三星要赢了，这么大特。哎，这起来了吗？这起来了。等一下，马上到了。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这边有四张，这里有四张，五张，六张，七张，没有了，七张。哇，好了，结束了，七张结束了，被偷了。对，这是我。哎，八张。想拍张哥有点难呀。我的手机呢？我是哪个手机？张哥手机。武松打虎，我都按到视频了。电影效果，这谁的电影效果？武松拿着手机拍那个大虫，哎，怎么又按到视频了？这谁的视频？大虫按到视频，手机都掉了。哇，技巧都在了。三哥，这个后置，三哥在干嘛？他在用后置拍，前置吧？前置。不是，三哥他一直在那拍啥呀？你在拍啥？你看吧，他在拍丁哥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一张镜子，这。哎，走了，呼。哎，咋都玩到厕所去了呢？停止了，暂停了。真的太耍赖了，他一直这样捂着脸。我是这样的。
来了，见证奇迹的。我感觉我一张都没拍到，说实话。来来来，金哥有吗？没有，我一张没拍到。他们打平。看一下呢，我真不知道我拍的没有。那如果没有五百张，我怎么都拍到自己呢？我是我拍到自己不算吧？不算吧？那我拍到好多张自己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有可以帅啊！第二轮帅，第二轮叫玩点不一样的。同意，同意，我不同意，我要删除。同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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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删，同意，同意。哎呀，完了，给删了。好恐怖啊！我在拍什么呀？我在拍什么呀？没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这算不算？这个算吗？这算吗？张哥前期是那，这应该是两百。哎，这算的。这算了，五官清清楚楚，就是有点抽象。你说，他去看嘴巴，眼睛接鼻子。你看你。可以啊，五官。哎，我真是打了个五。一张，这一张。你看看，刚好最后一张，一张，一张，一张。嘴巴、眼睛、鼻子，两张。一张，完了我还在找呢。这个算吗？没有嘴巴。这个算吗？没有嘴巴。哦，两张，找到了。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虽然我有两张，但是我有一张乌龙，我刚不小心删掉了。哦，来吧，看最近删除里的一张吧。对呀。乌龙乌龙，快走开。就算不算？谁呀？这张不算吧？这张怎么算？对，就是不算。喂，这个看不出来是谁啊？我不管。这个应该是丁哥吧？输掉了不吧？这样，你赢的是你，我赢的是我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可也行吧？那这个应该是丁哥，说实话。行不行嘛？好好好好好。石头剪刀。等一下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布。哼，走吧。张哥，张哥，张哥，啊？啊？给张哥，给张哥，哎，为啥呀，马哥？那再来一局嘛，直接定输赢的一局，赢了谁就赢了，谁赢了谁就赢。不，张哥赢了。还没开始拍呢啊！这个厉害啊！何必呢？你看这又帅又不会被记分。不是，什么呀你这是？怎么就拍得到一只眼睛呢？小哥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拉放大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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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到延迟了。被八戒进了一口。哎，两个一起拍，还有乌龙，还有乌龙，卡他卡他，一拍一次加两分。这个还用算吗？这要算。我得分的武器都到你那边去了，兄弟走。没有吗？我突然一下手机都到我这儿来了。算一下，算一下，算一下，马哥拍一拍。好混乱啊！好混乱啊！二三四，怎么样？哦哟，
是有一帧，绝对是。四张、五张、六张，这个没有。摇一摇，你仔细放大啊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六张，六张。不会吧，马哥反败为胜？不会吧，张哥？八张。这儿，这有九张，帅是挺帅。十张，这儿看到没有？十张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。没有眼睛，没有眼睛。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没有这头发。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头发。双眼皮都在这儿。头发。十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没挡住。二十。他以为自己做了天衣无缝。哎，这没有。他以为自己做了天衣无缝。这是没有二十，二十一，哎呦，没了，二十二，二十三，刚才有没有？二十三，二十二，这二十三，这二十三吧，这二十三没了，后面是我该我来说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二十四，后面扣分了，后面该我来说了，二十五，我哎我的九十，我没有，他有，我就没有，十一十三十一十二十三十三，十三对。没有没有，这肯定是有是吧？这儿看到没有眼睫毛？为什么化妆老师把我眼睛毛梳那么长？好多张，二十，二七，二七，二七了，二十八，哪个不会赢了吧？眼睫毛都要算吗？这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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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扣这么细。哎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完了没了没了没了，主要是你知道吗？翔哥，你前面一张都没有遮住啊！前面一张都没有遮住啊！起开！你这样会拍到双眼，这样会拍到的。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你这样。对，走走走，再往上竖一点。对对，这样。直接冲过去，直接冲过去了，直接冲过去，手机抢了。把手机抢了，张哥！把手机抢了，张哥抢了手机。哎呀，张哥你太被动了。张哥你抢手机啊？通过话了吗，张哥？张哥，他能拍清楚，他拍得清清楚楚。拍得清楚，张哥。拍得清清楚楚，张哥。完了，张哥。马上把他手机抢。完了，拍得清清楚楚。把他手机抢。完了，拍得清清楚楚。完了，完了。张哥，他输了，拍不到。不可能。谁不长的？别拍我了，我撞了。三哥别拍别人啊，拍马哥。三哥衣服长着呢，衣服太长了，谢谢服装老师。鸵鸟三哥，好累啊。累了吗，张哥？累了吗，张哥？快上，快上马哥。时间到，我一张都没拍到。我敢赌这两个一张都没拍到，张哥应该拍到一张，这两个都有他们自己的办法。张哥，相相机交出来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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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哥，来，至少有一张。哇帅，张哥的屁股倒是拍了不少。没有，那只眼睛没有。哎呀，这张太可惜了。一个眼睛毛上了。这个有点。有吗你们？哦，我好帅。哦，我好帅。我感觉张哥应该是赢了。张哥有一个把手机伸出去。哎。突击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，有有有，你算嘴巴都露出来了，就是这一张，一张，好多张呢，张哥一张，这全是。哎呀，你看这个拍的眼睛没拍的嘴巴，你这个啥呀？三张，没一张这个样，他个一脸张，马哥啥都没拍到，一张都没有。你没看后面那个屁股？马哥，我的屁股是不是？好翘哦，张哥白，应该是六张才对，张哥屁股。算很难选出一张啊，你这个没了，我有五张，张哥五张，我赢了马哥，马哥一
象没有。我强了，整个张哥二位的屁股一直对着这个摄像头的。我觉得我是一开始战略错误，不然我也能，我能赢马哥的。MVP， 你今天如果说是拍白色裤子，马哥就赢了。不是白色屁股，白色屁股，白色屁股。马哥赢两场，张哥赢，张哥赢三场。赫儿呢？对，赫儿一场赢。全家不是，全家不是，你问啥的？多不就行了吗？问啥的？对不起，轩哥呢？轩哥呢？轩哥呢？轩哥赢的不多，轩哥继续努力。但是轩哥有四分。我们待会儿之后在房间里睡觉，然后他来找是吧？对，你睡吧，赫儿。我今天不抓死你。你说的对，可是我不行。好恐怖，好可怕。你知道吗？那我抓到他们了，我能干什么？我想要导演组带我回家。我要钱就好了。那是快乐。P 百分之。妥协摇。P 一半的妥协摇。我鼻子这儿不是吃出来的，你怀疑我？我真的，你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说实话，张哥的嘴巴在大家印象中怎么这么平凡？大家都是自己喜欢的。我一来就可以说张哥的嘴巴，你是不是应该倒给我一分？我也没分。我记得你的意见，好像是大哥一堆人给了。我对，开始了。你的耳朵，你的耳朵，你讲的我好爱，好关注。